其实我们因为正好是一个衔接哦，有七位机要组的区长人数就已经到齐，那有几位退休，还有升到市府来担任局处首长，所以我们就基于这样年轻化的考量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让原来在各区表现优异的一些区长做升检任等等，用透过这样的方式，让所有的年轻的人愿意为基层服务的来担任区长，然后很多的一些副局长也很有这样一个使命感，愿意担任我们的区长，就是共同来担任这样的方式来考量。